据媒体报道，涉嫌传播淫秽物的歌手 Roin King 目前正在美国华盛顿准备毕业。此前 Roin King 经常在社交媒体上与粉丝分享生活日常，郑俊英事件曝光后，一向活跃的 Roin King 顿时销声匿迹。据悉， Roin King 在美国乔治城大学攻读经营学专业。据乔治城大学官方网站学士日历显示，乔治城大学学士毕业典礼将于本月15日举行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